想出发，期待一场流浪，想去什么地方？远处有个声音，是谁在呼喊，让我不停盼望？就算下起大雨，我依旧能出发，选个陌生方向，寻找一个解答。我逆着风向走，提起了皮箱，开始。我们第一站的目的地是老挝。中国人身边很难发现有老挝元素，我仔细想很久，发现我们小区的这种树开出来的花和老挝的国花鸡蛋花很相似，到时候我们可以到了老挝以后确认一下。晚上你们在这里出去40公里，吃一顿饭。40公里啊！然后明天中午再吃一顿饭，明天晚上就到老挝老婆吃了。哦，今天晚上应该还是在中国境内吃饭，是不是？对，还是。今天晚上吧，还在昆明吃也可以。过关的时候是几点钟啊？过出边检。八点半吧。出边检哦，八点半。那边中国人多。中国人很多，是的，是的。但是你们的话呢，去找一个踏实的啊。知道吗？对，好，那以后呢，明天有什么情况？好的，再买你请客，你可以吃。好的，我会跟你说白话，吃这个好吃这一点。羡慕我还有十七八岁的多一多呀，还有两个的小酒窝，小酒窝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那么你家个是何种酒啊？别喝着嘛，我们三个人喝。你想说的就是，你说个老婆嘛，老婆嘛，老婆。我就想起来，我不是谁了，真的是。你演个中国人是不是？都很酷啊！我觉得都很酷。你的动物是在哪里学的呀？对呀，我来这里学习。哦，你来这里才一点是不是？哦，但是你中文你在老挝学的吗？在这里才学了一年而已。哇，很不错啊！
你大约什么时候再回到老挝？回到老挝什么时候？你家是在万象吗？不是，我现在是惠塞。哦，你家在惠塞哦，我们不去惠塞。这个包北部这两次。哦，对，惠塞是不是离缅甸比较近的吗？对对，太近这个泰国和缅甸。泰国和缅甸。有些中国人差不多在惠塞是一万人。哦哦，中国也有了一万人左右在惠塞。这个是泰国是在惠塞是。哦，这个太多了，在上海是一万，在惠塞是老挝人，在惠塞是五万人，哦，中国人是2万多，哦，这个是我的爸爸是跟中国一起公司工作，哦，这样，所以说你爸爸才会选择那里，中仙交，中仙交，不错，我觉得学中文是一个很好的事情，因为你说这个是不行。还不行，这个很难，是啊，很难。我们中国的小孩子学写字都要学好两三年。也是可能是学习高中的，你问他反正会说这个，会说中文的是吧？对对对，可以可以，我们试一下。我们试一下，可以，不用紧张啊，不用紧张。好，是之前可以。哦，可以，真的是。哦，学了多久了？啊。学中文，大约多久？一年。哦，一年，哦，合理。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莫罕左岸，已经过了啊，然后我们往前面走就可以入境老挝。我们从莫罕口岸，现在这边是老挝的口岸，然后要从这边入关。从这个口岸看还是比较恢宏大气的，比起我当年从友谊关入关越南还是霸气很多。转过来吗？看到下漂亮一点啊！本大叔现在已经在老挝境内。哦，不对，曾经有过一群女孩子跟我说啊，像我们这种年龄的中年男士，如果不多金，如果不够帅，是没有资格称大叔的。他们说只能叫师傅。但是我觉得我叫师傅也是感觉很惭愧，因为我没有什么很特别的长处，比如什么这个吐火吞剑碎大石，点痣算命挖鸡眼，这个我一概不会，包括现在的啊这个烹饪汽修、美发调酒、开挖掘机我也不会，所以说我还是叫本人好了，本人现在。已经身在老挝境内啊，请大家还要多包容一下我的普通话，我的普通话很不普通，甚至可以说叫糟糕。观众有两个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，第一，调成静音，看我们的字幕；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强迫自己习惯。如果说两条方法都做不到，那么就参照第二条。
现在几乎可以完全的确定，我们在出发之前，我们小区拍摄这个就是老挝的鸡蛋花，不管是从这个枝干还是从这个开出来的这个花，都可以完全确定的。这个你饲料你帮我们削了吗？啊，可以。啊，你帮我们削，我们是称削了以后再称，还是称了以后再？是一个卖了。哦，一个哦，一个是多少钱？一万五。一万五啊，可以可以。那你们在中国的老家是在哪里的呀？在那边凤城的。是云南那边吗？嗯。哦哦。不过你的长相还是很中国人的。我们从小就过来了。水的呀，泡盐水啊，我们中国人吃菠萝都要用盐水泡一下的。这个是老挝不泡的。老挝的不泡的啊啊，因为中国好像菠萝不泡盐水会吃起来有一点涩。有点涩。有点涩。老挝太甜，不用泡。啊。真的太甜。啊。这边热带应该这个会甜一点。两万。那个这边最大的面额的是不是十万的？没有超过十万的吧？嗯，没有。因为以前在大面额钞票的这个环境生活过，说现在用大钞感觉情绪很稳定。好，谢谢啊。我们正式开始啊，来啦，摩托车来啦！下中南半岛几个国家的名字啊，个人感觉中南半岛绝大部分国家的名字的中译文啊，都感觉不是那么大气。比如柬埔寨，感觉听上去好像有一点一个很柬埔寨山寨的感觉啊。然后这个缅甸听起来感觉也是这个蛮夷屌丝味很浓，自然也包括这个老挝。我感觉老挝这个名字容易和我们国内端掉什么团伙之类的啊，有一点心理上面的暗示啊，一种联系啊。当然我们在华人圈还有一种说法叫做辽国，这个辽国不是我们古代那个北方游牧民族那个辽国，但是听起来还是感觉很彪悍。也有例外的，唯一的例外就是泰国。泰国它是用的是开头发音，并且选用了一个寓意很好的汉字，后面直接冠国，这几乎是欧美列强才能享受的待遇，比如说德国、法国、英国、美国，连日本、印度这样的大国都享受不到的这个待遇。
说明我们那个中泰一家亲，果然是名不虚传啊。店主啊，感觉他比较偏好韩国啊，每个牌上面写的语言很多都不同啊，有日文、英文、韩文，但是我感觉韩文特别多啊，好像有一二三四，好像四张都是写的韩文。ซึ่งเติมกันและกันโดยเอาดนตรีนี้เป็นวงสักกระบูตาและยิ่งดุจีเมลาวพร้อมกันนั้นเข้าเกเพื่อสุขภาพและคิดจะให้โป๊ะใต้ข้าวสะอาดบ้านที่สุ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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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ที่介绍一下啊，这是你好，我叫林西康啊，对，他是我们的老挝语翻译啊，然后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号称世界十大夜市之一的南波拉邦夜市。哦，抽烟的是不是？这里是右烟。哦，这里烟贩这里，然后到这里头啊。哦。这个抽烟的烟具。那个活像是什么都不错的。梅子，这里梅子。香木，好像香木的，卖多少钱？价格50万，价格50万。50万。哦，这个男孩子也可以穿的是吧？嗯，可以。这个其实还蛮潮的哦。进去寺庙是不是必须要裤子要盖过膝盖的？有没有这个要求啊？那不是每个人，如果是女的必须穿那个裤子。啊，男的如果说我穿这个裤子去寺庙可不可以的？可以的是吧？哦。还需要再烤的吗？嗯，加热是吧？嗯，加热。啊，这条鱼是10万块。嗯，10万。10万块啊，然后鸡翅膀这个正好有三个。给你的多少钱？这个2万5。2万5是吧？啊，要一串。好，定。拉面。这个是什么？这是烤猪肉这1万啊，这猪肉有点肥。你烤一个吧。烤片的。这是。红皮。红皮也是。啊，哪一种好喝一点？那个喝比较好喝一点。黑皮比较好喝是不是？喝了爽一点。喝了爽一点是吧？那行，那我们来老挝黑皮。啤酒多少钱一支？姜色的。这个先要一瓶吧，先要一瓶。好叫呢。这个多久可以烤好啊？这个？对，一顿就来，直接进，一顿就来，五顿来。
进了没？嗯，可以可以。先尝一下这个老挝黑皮。好像味道比较浓郁一点。看一下麦芽度，也没有很高啊，其实才6.5%。时光。